那我可以送你回家吗？那我们走吧。来，干杯！妈，今天真是太开心，太值得庆祝了。阿宝，自从你开始工作之后，我很难得看你这么开心。看来这段期间真的是辛苦你了。告诉你，我今天真的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，我终于把我爸派来的秘书赶回去了，以后再也不用被我爸的人监视。唉，也没那么严重啦。不过你今天就好好放松一下吧。来，来。徐姐，你今天大功臣耶，干嘛愁眉苦脸的？家宝，既然你要我去你公司上班，我有件事情得跟你谈一谈。好，你说。我今天看了一下资料，发现 YP 设计的体制其实很不完善。你真的要经营这间公司吗？老实告诉你，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当年我只是因为自己的喜好就跑去念设计系，没想到毕业后我爸居然收购了嘉佑哥的公司，还要我跟嘉佑哥一起经营。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为 YP 设计的总经理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你刚毕业就忽然成为一间公司的总经理，那也难怪你会对于经营公司这么无所适从。不过光凭这一点，你已经比其他人幸运很多了啦。这样真的称得上幸运吗？我倒觉得，我比较像我爸的傀儡。流川枫，你的脚到底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你放开我。你为什么要躲我？到底在逃避什么？难道我们把事情说清楚不好吗？流川枫，我再次拥抱我，再次戳破我累积的脆弱。你不要再逼我了。我不想要再痛苦一遍了。
都几点了？家宝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爸，已经快要十点了，家宝应该是因为有事比较晚回来，还是说你先回家休息，我请他明天去公司找你？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他。哎呦，爸，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应该是因为舅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必替他说话了。我要等到他回来，亲口跟我解释清楚。哎呀，哎。小心，小心门！可以啊，加油哥，还没。齐爸，齐总，你怎么来？爸，你今天来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吧？你就是想要问舅爷的事情吧？没错，就是我坚持要把舅爷赶走的。我告诉你。这是我大学毕业以来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。嘉勇，家宝他不懂事，你怎么也跟他一块胡闹？齐总，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说。就以他今天跑回总公司哭诉，说家宝漠视他的工作权，仗着自己是齐氏集团二代接班人，当众叫他走人，完全不留情面，伤了他的自尊。他就跑到我办公室，要我帮他做主。齐总，等一下，事情是你主，跟你解释这么多有什么用啊？反正你只会相信外人啊，你又不会相信我，才会派人来监视我，对不对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说我不相信你，还派人监视你，你是喝醉了的。爸，其实家宝在外面受了很多委屈，没让你知道而已。难道就因为他是你的儿子，他就要忍气吞声，任凭别人糟蹋吗？而且家宝是很有才华的，只是公司那些员工就因为他的出身，不愿意相信他的能力，就因为这样，才会消磨他的志气。包家人，谢谢你相信。怎么会停不下来？说不要再彼此伤害。艾斯，你真的看我论文了吗？我很怕明天没办法过关哎。你放心啦，刚刚不是帮你看过了吗？没问题。来，你回来啦。你那是我的。你怎么啦？没事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一定又是因为。流川枫，好爽，好舒服哦。那你说一下。我下了雨。没事，来这里陪你啊，不用担心。我想你。